知道的关键字。廖天，十万青年十万军，十万韩粉都在吸。这是韩天果冻，可以降低你的血压。这是韩天锅冻，会无限提升韩粉的血压。6月1号的凯道誓师黄袍加身仪式，又使出了韩拳八式的起手被动式。说实在，我是被动邀请。真他妈不愧是全台湾最懂被动的男人，被动的逼国民党征召，被动的被海内外侨胞拱出来的救世主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委屈、这么被动的人。是你讲太小了。当韩总决定御驾亲征时，正元亲王又出来乱了。有来请妙天禅师，可不可以帮忙在凯达格兰大道办一场这样的活动？所以妙天禅师呢，就交代我们做一些筹备的工作。你们这些无尊义的走狗，休想抹黑吃卤肉饭、喝矿泉水、念心经的好韩总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打禅期了。入禅定了。哦，金主是妙天吗？听说时间地点都是妙天指示的吗？其实有好多团体，那妙天这个禅师他是其中之一。抹黑，这一定是被动的被赞助被塞钱。我们家韩总很乖很省，都是朋友带坏他的。但妙天却发新闻稿澄清，本次活动与本党以及主席本人并无关系，并无特定支持对象。妙天禅师一出手，业力次元刀完美切割。人没有梦想就是咸鱼，人只有梦想就是国鱼。如果有天宗教就这样大辣辣的走进政治，哦，他一呼安你们白弄，只要两秒钟，滑鼠移到右下角，目前订阅250800，方边在等你用力按下去。红龙鸡块，秃子跟着月亮走，韩粉跟着秃子走，台湾跟风仔风什么倒什么，但你有动没了啊？吃垮了蛋挞，吸干了厚奶茶，抹进了脏脏包，抽光了卫生纸，这些风潮已过，这次又换什么药倒霉了？这是红龙鸡块，红龙鸡块并非浪得虚名，早在2017就在大卖场被抢疯，但当时规定一张卡只能购买一包，这次门户大开随你买，还没十点就被抢空。好了，他火了，闭嘴，然后收下我的钱。产品只要火了，消费者就疯了，商家就爽了，这就是亚洲均富第一国家的小确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川普访日，日本令和时代五月揭幕，天皇阁人上位后首次见客，就献给了美国大佬川普。小夫接待胖虎来家里玩，当然会很小心。安倍先带川普打打高尔夫，要带川普观赏相扑比赛，而且首次对外宾开放摇滚区。不过看相扑这个脸怎么跟被倒会差不多，是想起自己曾在 WWE 的风光岁月，所以感叹时光飞逝吗？我那天好像走入时光这个走隧道。日本还破天荒在相扑比赛中特制美国总统奖，看来这面子真的是做好做满啦。虽然新仇旧恨可以过去，爱与和平也已降临，但党人财路就是不行。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连续两个月增长，招待你来日本玩就是希望不要随便贸易施压。川普表示八月美日两方还有重大发表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已经很兴奋了，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，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。